大家好，什么在上？我们今天要来玩 Tepic Community Day。That's the Tepic, the Fire, the Pig Pokemon。Yeah， 猪猪哦， oh， 到五点。OK， 哇、wow， 哦，有多次？我其实，在 Pokemon Go 也没有很 active 啊，可是我双双就是每一天就是有开来拿那个 daily 的。OK， 我们开 Incense， 因为 Incense 有三个小时。哇、wow， 哦，可是我不觉得我们会玩那么久，我们。就是要来找 Shiny Tepic， OK？ 今天目标就是要找一只 Shiny Tepic， 然后 evolve 它变成那个大肥猪。OK， 其实我就是在等着 Pokemon Unite 的 launching， 可是电话的 player 需要等到很久，还有 September 需要等多两个月。幸亏我住的地方有一个 Pokestop， 不然真的是抓不到东西。Yeah， 所以大家你们 MCO 的时期过得好吗？好，我已经做了可能十多二十次，还没有半次。看来今天应该比较困难。哇，哦 ，Lone Earring， 你怎么会有耳环呢？透水的耳环呢？哦，它太大只了！哎呦，我的 berry！ 哦 ，OK， 咬到了啊！哇，它很大只，很难摸啊！啊，哇，颈这样酸啊！啊，太大只了，我的那个好，我的 body。OK， 出来了就好。啊。大家为了解闷一下，我们来打这个 Go Battle。我自从上次到现在就没有打了。这个是什么 League？ Master League。Oh my gosh， 好像很难。Max CP per Pokemon。哎，这个 Element Cup 好像很特别，这样。今天主角 Tepic。喂，哪里？我们需要换了。我换我 Tank 啦。Super effective。因为他是 Water type， 我不需要，我不会怕，我相信他这招应该没有什么杀伤力。Bubble Beam， 我就知道。Attack fail， 因为我有 frustration 哦。呀呀呀，我一定要打。然后我用我的 frustration 来逼他出一个。我是 attack fail 嘞。我不用去甩嘛，不要紧，因为他一定打了。啊 ？What the heck？ 我无言。Snivy，OK，OK，OK、okay, okay, okay。哇，幸亏我等他先出哦，这样我就有优势。可是我好像没有什么优势，算了。我的 Tepic 至少浪费一个 shield 来。Oh fire！ 哇哇 ！Oh my gosh！ 你看我们有没有拿抓半只好了？我觉得我玩了有接近一个小时，我差不多要放弃了。哈，这个反而是下面两个满 ，attack 降低。哎，我有一个想法，我要把我的这个175的 attack， 如果能把它变到500 CB。我就可以拿它来打那个 Go Battle League， 然后它就会蛮强壮啊，因为它的 Attack 是满的，跟 HP。Yes， 好可爱的 Pig Knight。哎，原来我没有进化过。哦 ，Register in Pokédex。哎，312，它是不是在进化的话，会不会500 CB 内，我们就给它进化？救救你！
如果在500 CB 以内，我们就可以拿它去比赛 Battle League 了。然后它一定很强，不要超过500 CB。可是我觉得超啊，应该是六七百啊，应该会是六七百。只是我 try 吧，因为我的 Pokédex 没有 register 过，我就是要 register。哦，450准准。那如果我们 power up 的话，啊，我不要 power up 啊。Oh my gosh， 这样话它的 OB 咧 ，blast burn， 哇，我们加这个 ，Oh my gosh，Oh my gosh，flame charge， 哇，这样可以消耗很快。我要换掉它的 blast burn 呢，我要一个 fighting type 啊 ，charge attack，blast burn，yes， 有没有 fighting？ 哦 ，rock slide，rock slide is good，yes， 这时候来 battle 我们的 element cup。换过一个 Pro Team， 哎，什么？只可以用 Baby Pokemon 吗？为什么？为什么？阿克拉曼，我要赢这个阿克拉曼！太好了 ，Squirtle 还带着一个 Party Hat。受死吧！看他换什么 Pokemon， 我们要反应快点。喂 ，OK 哦，这个反而是城市吧，这是 Rock。OK， 我们直接用 Frustration。我们要直接换去我们的 Debit 啊！我们今天的主角是 Debit， 要记得换去 Debit 烧哈。Yes 啦，终于。我们要 protect。我们需要给我们的 Tangela alive， 因为要利用它来杀掉对方的那个 Squirtle， yeah， Squirtle， 它一定放 Squirtle 嘛，然后就用我的 Body Slam。Body Slam， 压扁它，肥猪猪。还有多一个 Body Slam， 看他怎样避开我。看我的 Fire Type 赢 Water Type Pokemon， Yes， Good job， 快点，你可以的。你的 Body Slam 很快拆掉了，我有我的 Shield。对了，今天的主角 Tepig， 终于我们成功了，拿下了今天第一天的 Victory， Yes。Alright， 终于赢了第一场。OK，Nice，Yes，Yes， Rank Reward。Oh my gosh， 太好了 ，Debit， 你帮我上 rank， 谢谢你。现在给我一个 shiny debit。大家经过了足足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我们终于找到了 shiny debit， 我很感动。啊，我不知道怎么这一次这样难找哎。我们要丢一个 excellent 啊！啊，没有问题。啊，我不知道怎么，你们到底花了多久才找到一只？还是你们就遇到很多只？啊！可是终于 ，yes， 呜呼 ，q， 第二只 shiny，yes， 啊，好开心 ，all right， 呜 ，nice。我们已经足够 candy 可以进化我们的 shiny Tepig， Let's go！ 我要进化，因为我好奇它进化会是什么颜色吧。It's OK， 我们有，哦，有 purple， 哎，这个 purple 的那个 line 不错，蛮美的，然后就 orange， Good night。
太可爱了，越吃越肥。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哇，蓝色的火，哇，很帅嘞，很美嘞，哇，蓝蓝这样，酷，哇，好漂亮，太棒了，我们已经成功达到了今天的目标，抓到了 Shiny Tapping， 而且进化了它，我觉得我可以关了。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 Pokemon Go 影片，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记得订阅我哦！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了，拜拜。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